到猪的频道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CHU。我这边有一家五十来，它是台北的总店。我曾经在这个总店待了三年，在这边打工打了三年。现在我要回去娘家，看看有没有认识啊？没有认识的就算了，反正我要买一杯饮料。这杯饮料很独特，你们也知道嘛，五十来珍珠波霸仙草，还有什么我忘记了？混珠。不用加钱，就是加料不加钱，所以我想把这些都加在一杯里面，然后看它还有什么料，全部加在一杯里面，就是等于一杯满满的都是料，喝起来感觉怎么样？很酷吧？酷吧？很酷的企划，我们直接走吧。你需要加什么里面？奶茶吗？奶茶好了，可那边现在很多，我等下再过去。奶茶里面加全部的料哦，酷。早啊，老大！嗨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！哎，都没了，来全都冰块。不用，我自己看。好，挑那个最难的饮料哦。不要，没有啊，开玩笑，我才不要喝那个。哎，现在菜单超可爱的 ，beautiful。我刚停电哎，真的。停超久，停一个小时。哎，你就手摇，手摇饮料。你做多久了？四五年有了。今年应该停了。啊？今年应该第六年哦，第六年哦。小刘比较久啊，不一样。那小刘还在这边当店长。小刘现在在南岛。哦。啊。现在把事给我。所以你是店长。对。真的假的？我已经一年多了。哎，我已经很久没 follow 这边了。想当店长还好吗？有点忙。过这边应该不容易吧？自助点餐上线，哇！我已经很久没有 follow 了，现在还有这个 QR。现在好先进，还有 QR。对啊，目前只有长春店在使用。哦，果然你们最先进。他之前不是有那个燕麦吗？对啊，他现在没有。难过。轩的手机里面有我以前的照片，是以前在这边上班的照片。你很变态，你存着干嘛？然后这个是厕所，在厕所拍的。我刚刚问了这边的店长，他说这边只剩下珍珠锅巴、野果布丁跟冰淇淋五样而已，超少的。想当初我以前在这边上班的时候，很多样，哎，现在只剩五样。改天去别的饮料店尝试，反正今天我们就先买一杯喝喝看。我要个大杯的冰淇淋奶茶，少冰少糖。加布丁、珍珠，全部的料都加。你们有什么料都加？真的要做什么吗？好啦，办吧。我店长都开口了。店长，我为了健康，好，你稍等哦。好。我可以看一下吗？哇，没有，谢啦，谢啦，拜拜。里面有冰淇淋。布丁有两颗呢，还有混珠，还有谁？还有野果，野果好。现在哦，它现在好冰哦，超冰的了。下面要捏一下，超冰的哦。它冰淇淋可以，冰淇淋可以下去吗？浮上来了，我们来喝喝看这个多层次是怎么样的口感。直接喝哦。对对对，这一杯70块哦，各位大大。还算便宜，因为里面有两颗布丁，小布丁10块15块忘了，12吧，好十二，好吃吗？很饱吗？太冰了哦。哎，彩彩都说她想吃了。我跟你讲，这种多层次喝起来一定非常的古怪，我喝喝看。哇，好久没喝了，好奇怪，好奇怪，好多层次哦。对啊，很奇怪哦。而且椰果吃起来有点甜呐、啊，可是它珍珠跟波霸是还蛮 Q 的哦。我觉得没有加冰淇淋就很不错了。布丁配冰淇淋很怪，对，他们搭配出来一个很独特的味道，感觉这杯喝完热量很高啊，可是还不错喝啦。我做的是半糖，甜度 OK， 还不错，也可以做微糖，也可以。哦，感觉，这一杯喝完了，哎呀，要流下来了！啊！救我的珍珠！这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啊，就是吃东西喝东西的时候不要讲话，我咬完再吃，太 Q 了啦，太白痴了。下面都是野果跟。好啦，我只能说五十兰的奶茶算是还蛮厉害的。我从以前都很爱喝五十兰的奶茶，曾经在五十兰做了将近有3年啊，已经喝习惯、喝腻了这个奶茶了啦。如今现在回味也是别有一番风味啊。好啦，很棒的体验。如果你们也很无聊的话，你们也可以这样点来喝喝看。
你们就知道我们是有什么样的感觉，很可怕，很可怕哦。下次我要去别家更多料的地方点个整杯，看到底有多满。下次 会点到这么满啊？然后茶就这样一滴滴都在喝料，你觉得会有吗？有可能，有可能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先到这边好了。喜欢影片还喜欢？不喜欢。最起码订阅我是谢秋，大家我们八六订阅，我需要你的订阅。订阅哦。